今天赛前呢，也有一个开球的活动。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与会嘉宾是我们的远雄文教公益基金会的执行长。那各位下面朋友，所有的球迷朋友，用你最热情的掌声，一起来欢迎我们的杨顺清杨执行长。欢迎执行长，执行长这边请。好，那我们也邀请了执行长呢，来到了场中间。各位球迷朋友，大家好。好，执行长好。欢迎执行长。好的，欢迎执行长。好，那想请我们执行长来聊一下呢，就是我们远雄文教公益基金会长期以来呢支持棒球赛事，那一定有原因，想要询问我们执行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支持棒球的原因吗？但我们有一个即将有一个也不错的一个这个棒球场地，那即将呢也可以贡献给这个最高殿堂的棒球比赛。所以我们长期呢就支持这基层的棒球运动，让很多偏乡的小朋友能够喜欢棒球，爱上棒球，最后也能够踏进最高殿堂的棒球运动。是，那我们相信大家最近如果有看报纸，其实都有特别关注到了，那我们也期待呢，我相信呢这个期待应该是整个国家啦，所有的这个运动的产业球迷朋友，或者是这个非官运动的球迷，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我们也很期待呢，它可以顺利完成，甚至呢，在今年年底启用的话呢，大家再欢迎大家一起的进场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球场的魅力哦。那另外是当然除了这个远雄长期支持棒球之外呢，执行长应该是第一次站上球场开球吧？对，这是我第一次。是，那是不是也谈一下，要今天要进行开球，目前你觉得你现在的备战状态如何？我觉得比站在我们自己的球场还要来得紧张。我这次看到很多球迷朋友非常热情，让我们对未来的整个棒球运动，我们也深具信心。是，那我们也期待呢，这样子的信心呢，可以这个支持我们台湾棒球之外呢，当然我们等一下也要给执行长信心，待会一定会开出一记精彩的好球哦。好，那这边的麦克风就交给我来喽。好 ，OK， 来，好 ，OK， 请我们执行长呢就定开球位置。那我们小翔递上我们的棒球手套 ，OK， 对 ，OK， 好，来，那今天呢，担任我们的开球捕手呢是我们的宋爸爸宋承瑞。OK， 好的，那我们待会呢，我们执行长准备好之后，我们的陈瑞准备好，待会倒数三二一，帮我们投出今天漂亮的好球。OK， 三二一，请投出。OK， 好球，掌声鼓励。好的，那请我们两位呢，一起来到我们场中央来合影，那我们小强也一同加入。OK， 好，来一起看向正前方。OK， 好，来再次的感谢我们的执行长。OK， 谢谢我们的执行长。那我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比赛即将开始，待会靠您的加油声，一起来帮我们球队加油，谢谢。好，今天这场补赛呢，稍后即将要正式的展开。那在整个下半季的战局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曼荣，大家记得订阅我们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还有锁定 Podcast 兄弟你来说哦。